多謝大家，辛苦曬，辛苦曬，我哋都差唔多。囊中物係咪啊？唔係，絕對唔係。啲有冇獎？有冇信心攞獎咧？咁啲信心已經擺曬喺演出同作品度啦。咁獎品就等翻人哋俾啦，即係人哋想俾就俾啦，係啊。自己係咁拗咁啊，唔有型噶嘛。因為新增設咗四個係嗰啲專業評審投票，哦，如果攞到那個專業評審投票嚟講咧，咁既然是專業，咁梗係想攞啦，攞到一定開心嘅。咁希望佢哋中意我哋嘅歌曲啦。新人啊！哇！一對新人，恭喜！喂喂啊！中你個新人啊！新人啊！恭喜你！好啊！早呢度。誒咁。但係咁，我話成日覺得好多歌手，即係我出一隻歌嘛，好多歌手可能出三四隻歌，咁其實佢哋擺喺音樂上面嘅努力比我更加多，所以佢哋值得個獎項多啲，所以唔使俾我噶真係。嚇！我能夠做到佢勁頂，唔係啩？你當佢啫，唔係啦，唔係啦。最大的敵人係自己。自己啦，最大敵人係啊，冇錯，所以冇信心。係啊。男歌手獎項咧，有幾位都。我嚟先啦，個麥喺度，費事咁攰。冇話信唔信心，因為都冇諗過獎嘅，即係每年頒獎禮前夕都係講同一番説話，就係做歌同做音樂唔係衝住個獎去嘅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聽自己寫嘅歌，我哋唱嘅歌咁樣就即係接收到當中嘅信息，咁就好好啦咁樣咯。都冇乜特別話點樣分邊一個獎有信心，邊一個獎冇信心。即係我覺得有獲得呢個入圍提名都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，係咁啊，努力啲做嚟緊嘅歌咯。我嘅性格都係我好少睇即係之前嗰啲歌為我帶嚟咩成績，反而想下一隻會比上一隻更加好。我冇入圍啫，潤我啫，都睇好。下年有 B， 睇好邊個啊？我睇好陳卓妍嘅，係啦，因為今年歌成績非常之好。你死火，你死火啊！我睇好陳卓妍嘅。你睇好邊個啊？陳卓妍。唔使逐個講啦，唔使逐個講啦。後面嗰三個你就當評咗，因為咁樣有啲攰。近啲啊嘛，係啊，費事 long man 遞麥遞到咁攰。睇好陳卓妍，睇好陳卓妍，陳卓妍啲歌成績非常好。係啊，睇好佢，又好聽，又好聽，又戴鏡又靚仔。以上皆是，以上皆是。歌獎辛苦曬。又大佬咧都好攰啊！你咁樣係咪因為琴晚做唔收？哦，唔係，因為通常我做場地一局咧，我就 function 唔到啊。我就會係咯，即係會係即係鞋啊，衫啊，嚇？對鞋著唔得啊，因為裡面係背心嚟嘅，完全唔可以除衫，搞唔到。但 OK 嘅，即係吹下風扇咁樣，係啊，take a break。會唔會對快歌嘅作品有即係有跳唱歌？跳唱歌啊？但其實今年有很多出色的跳唱歌喎，即係尤其是而家市場越嚟越多跳唱歌、跳唱 MV 都好好睇，所以又個信心又唔話真係好大。咁當然啦，拎到梗係開心啦。咁但係我諗係係咯，中意我嘅就投俾我，中意其他人就投俾其他人咯。即係我覺得呢個賽果係好公平，咁所以就順其自然啦。係啊，唔會諗。最大對手係咪邊個？一定係啦，一定係啦。自己阿 J 咧。這個男歌手的競爭是否一個 nice match？ 哇！男 nice match 即係咩？難識英文啊 ！Nice reaction， 好，多謝你，唔準就問啦，好，下一題。即係咩啊？嗱，你今日 quota， 你今日 quota 用完啦 ，quota 用完啦 ，OK， 好，下一題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係，我就覺得咧，輸時又關我事。你都係男歌手嚟㗎嘛？係啊，我男歌手係嘛？係啊，都係。都係隨緣啦，咁同埋我覺得超級呢個頒獎典禮個重點唔喺啲頒獎嗰度嘅，我自己覺得係真係一個嘉年華，好多歌手聚首一堂，一齊去 jam 嘢，一齊玩咁樣，或者
所以我覺得每年睇超級嘅頒獎典禮都好 enjoy 咯，咁所以今年都會好期待。咩啊？你劇透咗自己隻身。哦。係係係。要問翻你嘅。哦。係。唔小心劇透咗，係。咁就幾時出啊？應該四月一號。愚人節。嚇？係咪真係出？應該就真係出。又會有嗰啲呃人嗰啲高帽啊吹流。俾你估到就唔係愚人節啦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我哋喺英國翻嚟第二朝就即刻拍 MV 咯，咁都拍咗好多個鐘，順便就改善下呢個 jet lag 嘅問題。咁啊 ，AV Chain 嗰度啊，張浩華同你合作係人生中最緊張嘅表演。我相信佢緊張應該樂園唔係同我合作嘅。我想因為今次跟很多前輩 crossover， 所以會有一定的緊張和壓力。你咪前輩咯。其實他整個 show 都keep住講緊張嘅，咁同埋我覺得好搞笑，可以爆少少就係佢 rehearsal 同阿 Fiona rehearsal 嘅時候，佢係怕醜到一個極致啊！即係見到佢係咁笑，即係係咁偷笑啊，又唔敢望對方啊，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呢啲位同埋可能唱啲歌又唔係自己歌啦，今次咁所以可能會有少少緊張咯。咁但係我今次呢個機會都好正嘅，即係可以同。不同前輩合作又可以玩一些不同的歌，所以都好玩。我覺得回到來好像真的沒有，大家都是沒有停過。哇，沒有停過要，沒有停過要問 Jeremy 啦。蛤？Jeremy 真的厲害啊。哦，都是的，但是 OK 的，開心的。有沒有瘦了？真的我想大家都有瘦的，大家其實都有不同的 schedule 的。冇翻落去咯啦，冇翻落去度啦，冇翻落去度，冇翻落去。阿張瘦咗嘅，係啦，咁所以我諗大家都瘦咗嘅。俾你哋睇波睇得好開心喎，英國。係啊。係咪一早買咗飛啦？即係開波之前已經揀。其實本身佢係想睇阿仙奴嘅，想睇阿仙奴 fans， 但係因為唔知點解突然間掉咗期，咁所以就要睇第二隊咯。咁但係都好過癮啦，真係第一次做，都好正。哦，係啊，因為耐冇見我啲外甥仔，咁我由細湊到大，咁我覺得好神奇，好 amazing 一件事就係我家姐最大嗰個小朋友咧，我係即係手抱抱佢，但係而家佢已經係一個有獨立思想嘅一個年輕人啦，即係我可以同佢對答，然後傾一啲嘢，就發覺佢嘅即係有佢自己嘅思維，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好 amazing 嘅，同埋好開心咯，見證住佢哋成長。都一段時間冇見過啦，係啊，咁啊，今次所以就去完英國就留低咗一段時間去陪下佢哋啦。另外啲人早排喺 TG Group 都有寫咗條長 fan 嚟 fans， 即係依家個心情翻點？心情其實冇乜嘢嘅，咁啊，我相信每一個人都的確，可能大部分人有陣時當刻睇一件事都係有陣時自己嘅情緒會主導咗，即係可能大家會當刻覺得。自己不被照顧啊，即係可能有啲 fans 會咁樣反應，咁純粹係真係講翻咯，即係希望大家都唔會有難受嘅，即係大家聚埋一齊都係希望可以大家一齊開開心心啦，然後希望可以互相令到大家一齊進步咯，咁所以有啲嘢我覺得係講出嚟好過收埋嘅咁樣咯，咁但係冇乜。咁其實的確呢個世界上好多嘢都係人哋睇未必係自己咁樣諗咁樣嘅。咁其實呢幾年間都遇好多㗎啦。咁而家又冇俾呢啲嘢好影響到嗰個情緒嘅。咁啊，專注翻自己要做嘅嘢咯。咁啊，始終同埋人哋點樣諗，你自己控制唔到㗎嘛。做翻好自己要做嘅嘢咁樣。好，係咪 OK 啦？唔該曬。我想問埋咧，之前咧你話拍新歌 Daisy 王嘅，其實係咪諗住唱嘅？喂，係啦，講開啊，係啦，演唱會嘅 rundown 咧，哈哈，犀利啦！嚟緊會有啲改動噶，咁就會有我哋新歌 Day Zero 嘅第一個表演，應該係喺聖馬唔係講得㗎，講得㗎，美國公佈係講啦 ，San Francisco 啊 ，San Francisco 大家就可以睇到我哋第一次 Day Zero 嘅表演，密切留意，哈哈哈哈。咁都呷醋啊！咁就道歉先啦。冇睇過 Day Zero 表演嘅各位朋友，對唔住。
sorry， 對唔住，但係遲啲一定有機會嘅。對唔住 ，sorry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唔好啊，呢啲就委屈啦，委唔委屈？呢啲就委屈啦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